龙卷风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个非常遥远的天气现象，一般我们只能在新闻报道或是灾难片的场景里看见。龙卷风通常伴随着尘土飞扬，卷入各种地面上的碎片残骸，在地表上恣意行动，为受灾民众烙下抹不去的骇人光景。而就在2013年，美国曾经诞生过一道极其异常的龙卷风，随后更在美国的气象观测史中，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留下了一道不可抹灭的伤痕。欢迎来到下水道，我是 Eric。 今天就让我们回到11年前，一起看看这头曾经在北美肆虐的巨兽艾尔雷诺龙卷风。2013年的5月31日，位于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中部，这天本来是个美好的星期五傍晚，不过一场危机却在雷云的覆盖下悄悄到来。下午4点到4点45分之间，奥克拉荷马城以西的81号高速公路附近开始出现了浓厚的雷云，这场复合雷暴迅速达到了严重强度。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in Norman has issued a tornado warning for 下午的6点03分， EF 级数为3，判定会造成严重损害程度的多涡旋龙卷风在埃尔里诺西南方大约 13.4 公里处诞生了，也吸引到许多不论是业余或是专业的风暴追逐者前往拍摄。但那些风暴追逐者们却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要大难临头。不论是出于好奇、冒险、科学研究，或是要做新闻或媒体报道，在任何恶劣天气现象发生时却故意追逐记录，这类的人就被称作风暴追逐者。他们必须一边拿捏距离，一边与恶劣天气搏斗。提姆·萨马拉斯是一项龙卷风研究实验 Twistex 的领导人。这项研究通常会在5月和6月龙卷风最容易发生的季节进行，而研究进行的方式自然就是透过配备大量仪器的车辆在龙卷风诞生时到一旁追逐记录，借此了解龙卷风的产生、维持和衰减的过程。提姆的团队也曾经出现在 Discovery 频道的节目《风暴追逐者》当中，在第3季到第5季都曾经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提姆也被认为是业界最安全的风暴追逐者之一。时间回到5月31日，提姆还有他24岁的儿子保罗，跟团队里的气象学家45岁的卡尔杨，在龙卷风发生的傍晚，就决定前往追逐这头巨兽。提姆的任务是在形成龙卷风之前，抢先在他的路径上部署无人机以进行研究。于是他们一行人先在相对较弱的龙卷风路径上部署了第一批地面研究装置，而当雷达发现正在形成的风暴时， Twistex 团队拍摄了云团中的雷电。当无人机侦测到了艾尔雷诺龙卷风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前往追击，沿着龙卷风的方向前进。但接下来一切开始失去控制，龙卷风的速度、方向甚至大小都异常地开始迅速变化，宽度最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4.2 公里，风速更达到了大约时速474 公里。而正当 Twistex 团队意识到不对，试图往北透过高速公路逃离龙卷风的路径时，围绕着龙卷风的其中一个漩涡突然往北冲向他们的车辆，并在团队所在的位置上几乎保持静止。提姆的团队就这么消失在了这场风暴之中。最后，警方在81号公路附近发现了一部车辆的残骸，就是属于 Twistex 团队的车子，但外貌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就像是被彻底碾碎了。因为系上的安全带，提姆的遗体还留在车辆里，至于保罗和卡尔则被抛飞出了车外，在残骸的800公尺外被发现。搜查人员也在附近的小溪里发现了散落物，里面包含了卡尔在追逐过程中所拍下的影像。不过警方并没有将影像公布，只有极少数的人观看过这段影片。最后透过提姆的朋友加布·加菲尔德的分享，表示团队在被龙卷风袭击之前，周围的空气变得出奇的平静。在车里的提姆随后评论道，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的处境很糟糕，就结束了影片拍摄。我们只能透过这些对话还有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器，勉强拼凑出 Twistex 团队最终遭遇了什么。一名气象学家丹·罗宾森以专门拍摄恶劣天气并上传到 YouTube 上闻名，他当然也参与了这次的龙卷风追逐。在当天的6点19分，罗宾森已经身处艾尔雷诺龙卷风附近。由于龙卷风经过了81号公路，正在沿路往东前进，罗宾森做出的决策与 Twistex 团队相同，他打算从路透路追逐龙卷风，再来透过81号公路上的车辆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罗宾森冲入了路透路。但是
随之而来的便是龙卷风的异常现象。向北直扑而来的龙卷风让罗宾森陷入了暴雨中，他在过程中从来没有松开油门，最后才惊险逃出了暴风圈。而刚刚也提到了81号公路的车辆，他们在过程中也跟着罗宾森一度驶入了路透路，但车上的导航员察觉不对劲，并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要驾驶赶快掉头。而就在车辆回转时，他们看到了一部车辆，没错，就是 Twistix 团队。最后我们透过远在40号公路能够看见整个艾尔雷诺龙卷风的视角，看见在罗宾森冲入龙卷风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惊人的画面。在一个瞬间，龙卷风里闪烁着光点，那似乎就是 Twistix 团队的车头灯。对比强大的风力，这台小型雪佛兰轿车的马力显得微不足道。剧烈的狂风就像拿起一个玩具一般，把整辆车子举起旋转。根据警方的无线电记录显示，车里的一行人在最后尖叫着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便从此失去了音讯。可以想象他们在生前究竟有多无助、惊慌。纵观来看，这场致命的艾尔雷诺龙卷风在行进过程中规模迅速扩大，变得更加猛烈，从原先的 EF 级数3到达了惊人的 EF 级数5。龙卷风以及随后引发的洪水更导致了18人死亡、151人受伤的结果。幸运的是，艾尔雷诺龙卷风大多停留在开阔的地形上，没有影响到很多建筑，并且没有进入人口更稠密的地区，或是继续沿着公路前进，不然根据推测，死亡人数绝对会超过500人以上。在6:43，龙卷风在穿过了40号公路后就慢慢消散了，并在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疤痕。也因为它不规则的运动，不少前往观测的气象学家车辆措手不及，遭到掀翻。这也是历史以来已知的第一起风暴追逐者的死亡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也称呼艾尔雷诺龙卷风为风暴观测史上最危险的龙卷风。随后，它也成为了有史以来研究最多和最臭名昭著的龙卷风之一。提姆的逝去也让风暴追逐和观察社群的数十名成员自发地在地上用 GPS 追踪器排出了车内三名成员名称的字母缩写，借此悼念这场不幸的悲剧。有人说，至少提姆一行人是在追逐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时死去，在发生灾难时人们逃窜，他们却为了长远的目标必须前往附近记录。而 Discovery 的总裁艾琳·奥尼尔也表示，在提姆的生涯中获得的珍贵数据也大幅增加了美国后续的龙卷风预警时间，在此也向他致上最高的敬意。愿你安息，提姆。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并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